好，我是雅静。我来到了东雨室。等一下，我要先去拿一下。什么叫几包？哦，这是什么呀？那种方法电话卡。然后这包包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居然精选了一个笑话，我前做的是笑话。就是1、2、3，看不见我了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2、3。我有个叫好朋友叫杨超峰，他非常会打。他老是欺负我，这是因为他每天都会欺负我，但我去他那里，因为俺不是开酒吧的呀，所以但是这个不要泄露出去哦，再见。